모든 답안은 총 3번 반복합니다. 먼저 한국어 해석을 보면서 공부한 다음 전체 문장을 보고 들으면서 암기해 보세요. 이 답안은 질문을 듣고 말문이 막히지 않도록 기본적인 틀만 잡은 것입니다. 먼저 모범 답안을 완벽하게 외운 후 여러분이 중간중간 살을 붙여주세요. 자, 공부 시작합시다. 问，你平时睡多长时间？答：我平时睡7个小时左右。我是个自由工作者，由于我职业的特殊性，我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分得不太清楚，所以平时比较晚才入睡，一般凌晨2、3点睡觉，然后上午10点左右起床。如果感到体力不支，趁中午眯一会儿。我平时睡7个小时左右。我是个自由工作者，由于我职业的特殊性，我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分得不太清楚，所以平时比较晚才入睡。一般凌晨2、3点睡觉，然后上午10点左右起床。如果感到体力不支，趁中午眯一会儿。我平时睡7个小时左右，我是个自由工作者，由于我职业的特殊性，我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分得不太清楚，所以平时比较晚才入睡。一般凌晨2、3点睡觉，然后上午10点左右起床。如果感到体力不支，趁中午眯一会儿。问。你认为压力会影响健康吗？答：我个人觉得不愉快的压力当然会影响健康，与此相反，愉快的压力会转换成激励你发展的动力。那么，怎么让压力变成动力呢？那就需要有健康的心态，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我个人觉得。不愉快的压力当然会影响健康，与此相反，愉快的压力会转换成激励你发展的动力。那么，怎么让压力变成动力呢？那就需要有健康的心态，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我个人觉得，不愉快的压力当然会影响健康，与此相反，愉快的压力会转换成激励你发展的动力。那么，怎么让压力变成动力呢？那就需要有健康的心态，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一颗积极乐观的心。问：你喜欢做什么运动？答：我最近开始减肥了。众所周知，要想消除脂肪，最好的办法是有氧运动。骑自行车就是有氧运动，既能锻炼身体，还能消除压力。据医学报道，骑车时大脑内分泌多巴胺，多巴胺会使人体产生快感，所以我喜欢骑自行车。我最近开始减肥了。众所周知，要想消除脂肪，最好的办法是有氧运动。骑自行车就是有氧运动，既能锻炼身体，还能消除压力。据医学报道，骑车时大脑内分泌多巴胺，多巴胺会使人体产生快感，所以我喜欢骑自行车。我最近开始减肥了。众所周知，要想消除脂肪，最好的办法是有氧运动。骑自行车就是有氧运动，既能锻炼身体，还能消除压力。据医学报道，骑车时大脑内分泌多巴胺，多巴胺会使人体产生快感。所以我喜欢骑自行车。问，在你的家人中，你最像谁？答，我比较像妈妈，我妈妈是鹅蛋脸，眼睛比较大，单眼皮，我觉得她是典型的韩国美女。我的朋友都说我和妈妈真的是一模一样，不过我的脾气随我爸爸。有趣的是，我有一个弟弟，他长得像爸爸，脾气倒随妈妈。我比较像妈妈，我妈妈是鹅蛋脸，眼睛比较大，
单眼皮，我觉得她是典型的韩国美女。我的朋友都说我和妈妈真的是一模一样，不过我的脾气随我爸爸。有趣的是，我有一个弟弟，他长得像爸爸，脾气倒随妈妈。我比较像妈妈，我妈妈是鹅蛋脸，眼睛比较大，单眼皮。我觉得她是典型的韩国美女。我的朋友都说我和妈妈真的是一模一样，不过我的脾气随我爸爸。有趣的是，我有一个弟弟，他长得像爸爸，脾气倒随妈妈。问，你怎么处理不用的手机？答，有人开玩笑说，手机是第二大脑，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手机了。我们的手机里有很多不能公开的个人信息，现在黑客技术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厉害，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所以为了以防万一，要么把手机彻底报废，要么把它放在家里保管好。有人开玩笑说，手机是第二大脑，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手机了。我们的手机里有很多不能公开的个人信息，现在黑客技术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厉害，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所以为了以防万一，要么把手机彻底报废，要么把它放在家里保管好。有人开玩笑说，手机是第二大脑，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手机了。我们的手机里有很多不能公开的个人信息，现在黑客技术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厉害，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所以为了以防万一，要么把手机彻底报废，要么把它放在家里保管好。问，网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谈谈你的看法。答，现在我们在网上什么都可以买到，各种电商五花八门，可以满足人们生活中的各种需求，而且物流也特别快，基本一天到两天之内就可以送货上门。所以我认为网购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了。现在我们在网上什么都可以买到，各种电商五花八门，可以满足人们生活中的各种需求，而且物流也特别快，基本一天到两天之内就可以送货上门。所以我认为网购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了。现在我们在网上什么都可以买到，各种电商五花八门，可以满足人们生活中的各种需求，而且物流也特别快，基本一天到两天之内就可以送货上门。所以我认为网购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了。问，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愿意在家里工作还是去公司上班？答，我愿意在家里工作。现在网络发达，只要有电脑或者智能手机，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满足工作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节省浪费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所以我更愿意在家里工作。我愿意在家里工作。现在网络发达，只要有电脑或者智能手机，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满足工作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节省浪费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所以我更愿意在家里工作。我愿意在家里工作。现在网络发达，只要有电脑或者智能手机，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满足工作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节省浪费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所以我更愿意在家里工作。问，传统市场和大型超市，你更喜欢去哪里购物？答，比起传统市场，我更喜欢去大型超市消费。为什么呢？第一，大型超市大部分都在交通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停车也很方便。第二，卖场很干净，而且商品品种齐全，什么都能买到。第三，价格比较实惠，
而且优惠活动也很多，因此我更喜欢去超市购物。比起传统市场，我更喜欢去大型超市消费。为什么呢？第一，大型超市大部分都在交通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停车也很方便。第二，卖场很干净，而且商品品种齐全，什么都能买到。第三，价格比较实惠，而且优惠活动也很多，因此我更喜欢去超市购物。比起传统市场，我更喜欢去大型超市消费。为什么呢？第一，大型超市大部分都在交通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停车也很方便。第二，卖场很干净，而且商品品种齐全，什么都能买到。第三，价格比较实惠，而且优惠活动也很多，因此我更喜欢去超市购物。问，在家坐着吃和下馆子吃饭，你更喜欢哪个？答，比起在家做饭吃，我更喜欢去餐厅吃饭。为什么呢？第一，可以节省时间，而且可以选择更多的菜谱。第二，我的手艺不好，厨师做的菜最好吃。第三，洗碗比做饭更麻烦，我懒得洗碗，所以我更喜欢下馆子吃饭。比起在家做饭吃，我更喜欢去餐厅吃饭。为什么呢？第一，可以节省时间，而且可以选择更多的菜谱。第二，我的手艺不好，厨师做的菜最好吃。第三，洗碗比做饭更麻烦，我懒得洗碗，所以我更喜欢下馆子吃饭。比起在家做饭吃，我更喜欢去餐厅吃饭。为什么呢？第一，可以节省时间，而且可以选择更多的菜谱。第二，我的手艺不好，厨师做的菜最好吃。第三，洗碗比做饭更麻烦，我懒得洗碗，所以我更喜欢下馆子吃饭。问，有些地方禁止在街道上吸烟，你对此有什么看法？答，我非常赞成这个规定。虽说每个人都有吸烟的自由，可是街道是公共场所。作为有素质的文明市民，我们有义务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健康也是我们该享有的基本权益之一。众所周知，吸烟及二手烟的危害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完的。另外，有些不文明的吸烟者乱扔烟头，久而久之，这些烟头会造成下水道堵塞。总之，我非常赞成禁止在街道上吸烟。我非常赞成这个规定。虽说每个人都有吸烟的自由，可是街道是公共场所。作为有素质的文明市民，我们有义务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健康也是我们该享有的基本权益之一。众所周知，吸烟及二手烟的危害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完的。另外，有些不文明的吸烟者乱扔烟头，久而久之，这些烟头会造成下水道堵塞。总之，我非常赞成禁止在街道上吸烟。我非常赞成这个规定。虽说每个人都有吸烟的自由，可是街道是公共场所。作为有素质的文明市民，我们有义务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健康也是我们该享有的基本权益之一。众所周知，吸烟及二手烟的危害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完的。另外，有些不文明的吸烟者乱扔烟头，久而久之，这些烟头会造成下水道堵塞。总之，我非常赞成禁止在街道上吸烟。今天到这儿。신기하죠치킨킹반갑습니다요즘대세칩스틱이에요휴대폰을하거나노트북으로일할때게임하면서과자먹을때손에묻지않아서정말정말좋아요하하하전항상휴대한답니다검색창에칩스틱찾아서꼭써보세요谢谢您的观看，希望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您点赞、订阅，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及时看到我们的更新了。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